给他勺子把油子发霉。好了，俺俩这锅这一切来加面筋，加一个溜辣子，土豆片，再加个白菜，加个鸡柳，鱼豆腐，金针菇。你看，这里啥菜都有。嘿，你看这，美呀，美呀。开始吃吧，料太足了。你可以出摊了。感觉跟外头那味儿，不想上下。我觉得这块鸡柳灵魂，就在这说话，夜市必吃的美食。鸡柳这个蔬菜，你要咋着事儿把油往上整不好。你说你说话，我就完了。哎，好吃，好吃。今天给大家做个杂菜夹馍，咱这开始把调料咱都放好，咱这看一下，咱给大家介绍一下子。炒拉面，咱用上个一学锅巴粉，用上个五学白芝麻粉，咱用上个四学细拉面，用三学孜然粉，用三学味精，用一学鸡精，用一学这个麻辣鲜，用三学白芝麻也是一学，辣椒粉一学，鸡粉一学，黄豆粉也用一学，十三香。一学盐一学咖喱粉一学，这就够了，也根据自己喜好，有人喜欢吃辣多放一些，不喜欢吃就少放一些，大概就是这比例。所以这个学为标准，咱这孩子把它搅盐，拿油一泼，调料多一看，你看咱今儿菜丰富不，啥都有，主要这样的东西就根据个人喜好，主要就是咱这个料已经拌好，你喜欢吃啥菜都可以，有肉有菜，煎蘸菇的，香菇的，啥都有。咱这开始烧油啊，咱油往油里烧好了，咱就开始把它一泼，涮泼涮焦，香味都出来了，大概就可以。就洗头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咱就烧油开始。炸菜油温好了，咱就开始先炸馍，油温刚好，把两面炸黄就对。你看，这来回翻，快一点，就炸炸这颜色就可以，馍皮炸脆就对了。吃好了，咱炸菜，一个先炸上，先炸上，香菇、茄子、土豆片、溜辣子，菜这个搁锅，上这炸个就对了，这俩就可以，先放这。这也可以，金针菇、小白菜，金针菇这个也好烧，不敢炸过了。八宝菜这个就是干要炸烧的，炸上鸡柳，这怎么这就穿锅就对了。油温不能大，油温大不了就外头炸错了，里头还是生气，烧了，都烧了。咱这把炸上鱼豆腐，再炸上面筋，你看菜丰富的不得了，有肉有菜，面筋。好了，再炸两串牛肉串，这个把油温放低点，再多炸一下。咱这开始把菜一弄，把馍一夹，扒拉到里头，再下加点馍去，差不多。好了，给这勺子把油都发霉。好了，我烧完，你看了，酱料先抹到这上边，加一个面筋，加一个溜辣子，土豆片，再加个白菜，加个鸡柳，鱼豆腐，金针菇，你看这里啥菜都有。嘿，你看这美人，看在这里好，我感觉这没有菜都是肉。开始吃吧，料太足了。可以，没事。咱料就用的炸嘛。就在这说话，夜市必吃的美食。哎，好吃，好吃。